原标题：1903年，英军从印度入侵西藏，大清驻军形同虚设。这些发黄的照片是由一名英国军官所摄，也是西方人首次从胶片上看到珠穆朗玛峰。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江孜嵩山要塞，军队朝拉萨进发时路过村子里的男人、女人和孩子。侵略军从印度进入西藏，前往拉萨展开全文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